Rare disease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but a lesson for the whole human race. The Foundation has tried everything it can to show the public these important issues. With many people's help, we have gathered the power of love, the power to defeat loneliness. 你想做这些事的时候，还碰到真的不少好人呢。然后又很奇怪的好人啊，哈，就是说，但是事实上，本来事情就是该这么做的，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并没有，比如说我跟周老师两个也并没有找自己的亲戚朋友，我们就找我们觉得他愿意做、愿意付出的这些人。那就是做到现在，我们都觉得很庆幸。 Under the warm protection from so many people, patients' lives are like flowers blossoming in stringent winter. TFRD is also documenting many patients' stories through different means. The book, The Garden in a Hopeless Land, is a wonderful start through TFRD's collaboration with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刚好我喝咖啡的前面两三个桌子有两个女孩，她们在小声的谈论。 后来我看到他们在谈的是这本书，那我就经过他们，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是谁，我只是很好奇说，哎，这书好像是蛮沉重，你们为什么有兴趣看？他们就回答我说，我们应该去看看别人不一样的世界。那我在想，这本书的一个小小的好处是。 也许阅读了以后，你可以发现到另外一个健康者不知道看不见的眼界吧。想哭的时候没有肩膀可以停留，在地球某个角落有我想念你的喜怒哀乐，每个时刻我都为你祈祷着。 希望的百合会在你需要的时候降落，爱可以将世界改变，让伤心换一张笑脸，苦涩变成了甘甜，幸福开始蔓延，真幸福处得很完美，等待也是一种喜悦。 我开玫瑰，爱让奇迹出现。哦，你的笑是我最美的纪念。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拍的是肖小弟嘛，哈，然后他每个礼拜都要去打针，然后我们去有一次陪他去马偕医院打针，。 在那个打针的房间，我到现在都记得，因为你们今天要来，我又重新想起那个画面，在那个打针的房间，真的，很小很小的声音，因为好多的不同的这个家属在那边陪他们家的小孩子在打针，还蛮安静的。 但是我陪肖小弟，因为肖小弟不喜欢讲话，我们就坐在他的旁边，护士也跟我们说他很少很少说话，所以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我看到有的家长在帮玻璃娃娃，不但在打针，还在扇扇子，有的在喂吃东西，有的小朋友在撒娇。 本来你觉得说，如果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承担的那个生活，可是你在那个打针房间，你看到的，我觉得就是宠爱，不见得是负担的感觉，就是宠爱。我觉得那个画面一直在脑袋里，我真的说他们真的是天使，给大家很多的勇气。 你是杨凯强吗？我可以坐在你身边吗？最好不要。为什么？因为我吃的药很臭。
啊，你真的是什么病啊？肌萎症。啊？肌什么症？肌肉萎缩症。哪里有萎缩啊？我怎么看不出来？为什么要让你看出来？小姐，看一下啊！小姐，来看看嘛，今天全部都有打折哦。好，你刚刚已经看到我走路的样子了。我不想跟你隐瞒，我告诉你，我得了一种病，是一种很奇怪、很少见的病。这个病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医治，而且还会不断的恶化，没有办法控制。我不是骗你的，爸爸，还是我扶你好了。不要你哭，让你哭了，爸爸这一辈子都不会给你走路了。算服啦，欸，林老师哦，应该爱怎样讲哦，你袂使做一种伤过激烈的运动，你知哦？可是又是一定要做医生讲的话，我安尼讲叫你卡安尼安尼安尼谈这种运动啊？好啦，你这么爱去学校，你自己去读好了。妈，你手怎么在发抖啊？为什么？妈，叶源旭阳是急性失明，虽然视力慢慢恢复了，还是达不到飞行组的标准，不能飞了。两条腿，每一次他都悄悄地来，然后偷偷地带走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不敢。没关系啦，你只要用力一下，一下就好。可是你这样皮都会掉下来耶。没关系啦，我可以的。小白，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脱皮呀？就快了，就快了。哎，你不要到处跟别人讲哦。哦，好，我不会。Besides existing publications and media exposure, in order to make more people understand rare disease patient stories, TFRD launches a broadcast program to voice for patients. What we are telling the public are not sad stories, but profound, deep insights of life.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节目能够让弱势者的困境跟努力被社会大众听见，那被听见就能够促进更深的了解，彼此了解就能够让更多的资源花在刀口上，然后也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全、更稳定，整个社会更能够具有人性尊严和肯定生命的价值啊。那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意义。知道
为什么到这城市还是拥有熟悉味道，只是我已找不到未来的路标。我想回到无忧年少，那时候天空拥有烟火照耀，曾经灿烂的脸孔戴上了口罩。我不停地寻找梦想奇妙，乘着风世界环绕，眼泪直到暗号在黑夜中闪耀。想拥抱梦想奇妙，乘着风世界颠倒，你的微笑预告温暖幸福围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馨，欢迎回到角落新世界。那么现在我们也邀请我们三位贵宾出场啦，前职篮的球员啊杨世军啊，那也有我们的威廉市政的病友夏浩伦，还有我们浩伦的妈妈李明芬女士啊。那节目第一段我们就来谈一谈我们人生哦，我们都会感觉到上天赐给我们很宝贵的生命这份礼物，而在这份礼物里面有一些天分是别人没有的。Through these inspiring conversations, patients share with us their life experience and also encourage audience with their courage that sustained them through their ordeals. Besides broadcast programs, TFRD also educates young students through campus advocacy programs. 我就是示范一次让你看看啊，对啊，就是我们平常病服组出去做宣导的时候是怎么样宣导。对，那因为小朋友他们就是我们故意做这样子的玩偶，就是希望可以吸引小朋友的目光，所以我们会尽量生动活泼一点，所以我们也不会照稿子念，所以我们你可以想象小朋友现在就在你的面前。对，那我们就是这个玩偶，因为小胖威力很喜欢吃东西，你可能就可以动着他的嘴巴啊，然后就表现出他很想要吃东西的样子。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胖威力的小朋友，我叫做阿威，那我呢就是玻璃娃娃的好朋友。我今天哦是代表那个罕见疾病基金会来讲故事，讲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哦。因为以前我的家里啊，我有生两个小孩，可是现在只有一个，因为其中有一个大哥哥到天上去当小天使去了，因为他就是得了罕见疾病，然后他就是都长不高哦，他得了叫做黏多糖症。他要去上课，然后要到别的教室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学校很多小朋友跑来跑去冲来冲去，老师就很怕他受伤，所以就请了两个小朋友当他的小志工，就我在后面推娃娃车，然后两个小朋友在前面帮他开路啊。然后他们就走着走着，他们觉得说哎，我们再玩个小游戏好了，他们就走在。 By entering the campus, TFRD teaches children the value of life. As for the public advocacy,TFRD invites celebrities to be the spokesman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n rare diseases and to thank the public for patients who can't voice for themselves. Because of you, love is never rare. You said it. I'm ready. You said it. We are ready to fly. You said it.微笑的脸打亮整个世界，最迷人的双眼看见爱在放电，好心情的一天走路也会跳跃，美好奇迹跟着出现，站在舞台我是镁光灯的焦点，彩虹天堂实现我许的心愿。